자캐립캐립자세各位学员，大家午安，大家好。又果是到每一期上届欢喜的时阵啊，搁在到三点半吼，翕相了后，就要转去啊。早安，大家睏了好无？好啊。伊头一暗我都唔敢甲你问啦，因为头一暗吼绝对歹，因为我嘛同款。啊，若到第二暗吼，我就敢甲你问啊，因为你第二暗吼，你绝对好。啊呐，为八点上到十点，忝嘛忝死。所以吼，第二暗拢一定好，因为这是咱这期内底，我伫啊咧上迄个法律的课内底吼，这期的算讲第二节课。所以这第二节课吼，我想讲要来讲迄个经过。诶，这个法律诶，迄个位头到尾来讲个足清楚，互各位了解。大兴就是讲，台湾到底是啥个？咱个老爸老母，咱个阿公阿嬷，住伫台湾，迄当阵台湾是啥个？啥物人伫管？日本伫管是无毋对啦，吼！啊，日本个搁较以前呢，是清朝。啊，清朝管台湾，敢无管着？整个台湾无呢，管一半尔呢。干那迄个西部管台湾，西部是六个屯垦区，东部是原住民的土地。迄个时阵清朝啊，嘛无咧管着讲迄个原住民的土地。所以是迄个时阵啊，即、這个东部，即、這个也做花莲啊、台东这边啊，拢叫做后山。所以伫日本含即个也做大清帝国。建军以后大清帝国建书，所以建书以后呢，本来是马关条约是要将这个辽东半岛要甲挂予日本，但是挂这个辽东半岛的时阵啊，有三个国家出来反对，意大利、德国甲苏联出来反对，伊讲这违反万国公约啦。万国公约是啥物物件？这就是。上届早的这个国际上所上承认的这个法律，万国公法有讲啊真清楚，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未再割让。哦，自迄个时阵开始啊，全世界拢执行啊这个万国公法。这个万国公法是为对来，为主人发来。哦，主人有啥物物件啊？譬如讲，每一个人拢有生存的权利，这是主人发。啊，所以主人法嘛是同款，全世界国家拢爱承认、拢爱遵守的物件。所以大清帝国上台要将这个辽东半岛含这个也做台湾啊，要挂予日本天皇的时阵啊，三个国家发来反对，反对了安怎？因为伊这个条约是伫四月十七签，五月七八生效，但是五月七十，日本天皇就下一个诏书讲。辽东半岛爱幸福，迄个三个国家。本来日本天皇伊将台湾这块土地已经甲并入伊个日本天皇有一个单位啊，就是你记录日本天皇的这个叫做财产的所在。所以伊并入以后，这个物件就袂当变更。日本天皇伊有日本十四块土地甲琉球。伊当然落尾佫加一个台湾，最前个日本天皇是有六块土地伫管辖。伊管辖日本天皇，伊毋免家己去管，因为伊拥有遮个土地所有权。了后，因为日本的制度，日本尤其是明治宪法实施以后，伫明治宪法要实施的以前是幕府将军呐、啊。伊当然伊交予军阀割据嘛。啊！你啊，才交予这个幕府，交予幕府的时阵啊，日本变作一个统一的国家啦，统一的国家。啊，所以日本天皇伊是制作了着日本的宪法，叫做明治宪法。明治宪法开始伫台湾实施时上是，是伫1945年的四月七日。但是1895年的4月17号，
马关条约啊，就是下关条，日本人讲下关条约已经挂予日本天皇，所以日本天皇摕着这块土地，但是这块土地顶管的台湾人，是毋是变做日本人 ？No， 伫迄个时阿未咧，迄、那个马关条有极清楚的规定，讲一定爱予这个台湾人，爱得到日本政府的承认以后啊，啊，才会当变做日本人。很简单啊，你住在这的土地，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但是这块土地顶管的人不要说自己啊，这块土地人的习惯是你要过你这个叫做台湾人的习惯啊，北部族的习惯啊，那段时间啊，当然日本啊不能给你承认说啊，你这人是已经变成日本人，才能够变成日本台湾的居民。那个时候这样，一直到1945年4月初一，日本天皇的诏书实施以后啊，咱台湾人啊，才正式摕到日本的国籍。当时这个诏书讲，予咱台湾人有参政权加参战权。所谓的参战权，是全世界拢共款。参战的意思，讲伫这个国家内底去做兵，就是你表示做兵的这个人向这个国家效忠。迄个时阵，台湾的参战权是向什么人效忠？向日本天皇效忠。所以因为向日本天皇效忠，所以国际法里面说，你上对一个国家效忠，你的国籍就是这个国家。既然台湾人向日本天皇效忠，当然那个时候咱都变成大日本帝国的国民和公民，因为开始有参战权。咱日本人他不是说我今天要宣布说、日本天皇的诏书、就今天宣布 No 不可以这样。日本有一个程序呢，什么程序？伊伫1937年伫台湾实施皇民化，皇民化，予咱台湾人开始学日本的日本话。啊，当然伊无甲你强迫，你要读，你会晓讲日本话也好，你袂晓讲的嘛，无要紧，因为伊是等时间呐。伊即个经营伫国际法内底，伊有实施，甲什么啊？甲北海道同款，北海道的人是爱奴族，爱奴族去当中讲的话，唔是日本话。什么人也听无，迄个时阵呢？所以后尾啊，日本天皇和这个爱奴族的人开始学日本话以后啊，伫日本啊，即实施日本的这个宪法，和爱奴族并入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爱奴族伫迄个时阵，当然这个是真早吼，迄伫迄个啊，做差不多幕府将军的以前发生的代志。所以你甲看吼。日本人真真早的时阵吼，伊就知影讲有这个国际法，有这个国际法爱遵守。但是迄个时阵，咱台湾人太袂讲啊，台湾人敢那会晓讲较歹势，敢那会晓趁钱啊，啊趁钱要生活，敢那要活落就好，敢那有饭好食，啊做啥拢无要紧。当然是以前的台湾人，但是现主是今日台湾人不共款啊。咱今日台湾人是安那，咱今日台湾人是爱完全照国际法律。所以你甲看吼，国民党伫咱台湾的时阵啊，伊有训练台湾人，还是教台湾人伫国际上，互你做外交官无？没有咧。所以咱有一个困难，咱今嘛台湾民政府开始伫实施的时阵啊，咱要去派去美国，要派去日本，要派去欧洲，拢有困难。是安那？唔知影礼貌咧，唔知影礼数。讲一个简单的就好。咱最近啊，有甲一个国家啊，互相要承认，啊要签一个。那个国书啦，国书啦，哦，什么人也要写国书？我嘛未晓呢，他嗨啊，即摆咱民政府什么人未晓写？未晓写，安尼要安怎？只有即摆安怎？拜托美国，拜托日本讲，你有迄个国书的样本哦，来摕来互咱看卖啊。这个时候我就想讲，台湾人确确实实伫以前甲过去，国民党无爱甲你培养，因为无爱互咱去接受国际。所以你看吼，咱现主席在政党啊，台湾这个多来政党，中华民国体制的这所谓的党外也好啊，这个党外啊是讲在野党家吼，无一个是互你有伫国际生存的空间呐。所以咱台湾人除了讲家己本身爱自强以外，咱台湾人啊真真正正伫今日社会内底，所以我希望讲各位吼，你爱主动讲。毛吹自荐啊，你说我可以做什么？因为我们现在需要大量的人才，希望这大量的人才进来啊，我们经过我们自己培养，甚至如果有必要我们自己送去日本，送去美国去培养，因为我们真的有必要，我们后来台湾的这个外交权
这个外交哦，还是对外这个工作啊，拢爱做很满意。国共倒转来，到1895年，这个4月17日签这个马关条条约。马关条约到今日为止啊，我敢讲啊，所有读法律的拢无咧注意，干那读一个讲啊，清朝将台湾平遥割让给永远割让给日本，安尼俩卡卡加俩。其实这些啊，零分呐、啊，这零分呐、啊。安怎讲？你没有讲到真正的条约内容。这条约写什么物件？一开始前言就写大清大皇帝和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同意签署下列条款。下列条款第二条，将台湾周边群岛。跟澎湖这三个地方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但是我们读的不是这样，我们只读得到对挂给日本，这是天大的错误。今天我们台湾的地位你没法搞清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那个你有看、哦、这是原文、啊、大日本帝国的皇帝陛下跟 大清帝国的皇帝部，皇帝陛下以下两国、啊、为了那个臣民的和平幸福啊，要给恢复啊，啊签下卡什么物件？这是这份是英日文的，还有一份中文的，还有一份是英文的。罗威尔写啥？以英文为准，因为不管是汉字也好，日语也好，真济哦，那个话吼、哦，拢是和你讲未清的。你想讲放弃？放弃，那要看英文了，有几个放弃呢？很多呢。Renounces, admit, admit， 几个啦？上无我所知有4-5个放弃啊，你未准啊。但是这个放弃，你伫汉文来讲讲放弃，日文讲放弃，但是英文啊，放弃的情况一种足清楚的 ，renounces。这个、renounces 是啥物物件？这个物件就是讲放弃。有可能又扣到回去哦。Admit 呢，放弃就是不爱提啊。所以条约一定要用英文的原因在这个所在。所以你来看这个马关条约、旧金山和平啊条约，写得非常清楚。但是咱台湾人，伊是我唔知伊是超过伊，还是讲伊甲咱骗的。日本天皇对日本天皇，这个所在我有解说给你听，用一个足简单的例给你听。日本天皇就是讲两个人讲这架车要卖好，价要卖好，一只卖将这个车卖给伊，车的所有权人是啥物人？伊嘛对不对？伊若不爱开车，伊讲我叫我的后生来开，啊，这架车去唔到去弄着人。我问你咧，因后生讲啊，我弄着人，啊，我都赔你嘛，啊，我车个卖掉来赔你就好嘛。请问伫法律上来讲？因后生要卖这架车，会使卖无？袂使，绝对袂使，敢毋是？是安奈袂使？伊毋是所有权人嘛？什么人才有所有权？因嘛，因老爸嘛。同款的情形，日本天皇将管理权来交予日本的首相来管理伊的土地，所以日本的首相敢若有管辖权。啊，了后日本天皇还佫拥有这几块土地、六块土地所有权，这非常确定啊！这法律足清楚的啊！但是有的人就不要这样解释，有的人就给你两个天皇，这个天皇跟政府南南照定说那是都同一个。所以、啊、这是法律里面、啊、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会了解这个法律的意义，这样你如果要打官司才打的。来再说回来、啊、日本天皇来交给这个首相来管理的时候、啊、在1951年1月16号，这个写这个杜勒斯啊，伊这个写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人，含伊个太太两个人啊，夫妇啊，去甲日本天皇见面，拢总2个月内底见3摆，最后一摆是2月16日见面。所以见面以后啊，日本天皇甲杜勒斯讲，伊讲我虽然是天皇，但是我无能力来甲阻止迄当阵个军国主义个东条英机啊，要去突袭珍珠港。所以罗威尔这个杜勒斯
伊等于美国甲美国杜迄、那个杜鲁门报告的时阵啊，伊讲啊，安尼日本天皇啊唔免负责任，所以日本天皇的制度维持，当时爱处理造祸的人，就是出代志迄人东条英机，所以落尾东条英机叫用吊刀，唔是吊刀啦，甲判死刑啦，绞杀。日本天皇无要负责任，落尾伫这个旧金山和平条写甲真清楚。所以伊的第二条讲 ，Japan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这三项物件是代表讲台湾是伫这个条文内底就已经足清楚，甲台湾表示讲，台湾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已经唔是日本的殖民地，因为那殖民地都唔是安尼写。所以我有讲，1947年的2月7日。这个意大利的和平条约写得很清楚，23条，他说意大利 renounces all right and title to 这个索马利亚，欠一个 claim， 这个 claim 就是有主权的土地才有这个 claim， 就是这个主张，如果没主权的土地就没 claim， 所以很清楚说意大利内底，伊即个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但是台湾对日本来讲，已经伫1945年4月7日即个诏书实施以后，已经毋是变作日本天皇的殖民地啊。啊，若算是日本天皇的所有权的时阵啊，你才会记得，还佫一个国际法，就是讲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占领袂当，所以既然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就安那土地绝对袂当挂予别人。挂好人嘛无遵守，嘛爱个行，所以有这点坦白讲吼，我感觉杜勒斯有救了台湾人啦，啊嘛包括讲这个国际法救咱台湾人啦。今日咱会当伫遮咧上课，会当遮遮尔啊大声，伫甲伊甲美国伫救赎，伫计较是安那？因为国际法，若无这个国际法，咱今日死了了，我无骗你，咱今日吼干那踹你蛋头啊！因为中国马上要甲你入来，是安那？美国即马遮大声，毋是讲伊个武器真强呢？美国若无法力吼，中国也是讲啥物其他个国家要甲你派，要甲你啊做欺负个时阵哦，会使哩呢？伊讲你照法力来啊！美国你也看，伊每一摆若要发动战争，一定讲哦，我军国个法律是对一条对一条，绝对袂讲哦，无理由去甲你拍。啊，若无理由嘛爱想理由，啊想到个时阵哦，你真。伊个伊拉克，伊讲伊有核武器，啊，即摆无啊，无免啦，啊，无就无对啦。美国是爱把阿爸的阿爸啊，但是咱好个，咱即摆呢，咱有武器啊，咱的武器国际法啊，国际法安尼讲啊，啊，无你甲解释啊。所以咱会遮尼啊歹，咱无物件呢，咱无武器呢，我嘛无飞弹，嘛无核子弹呢，但是咱比我较歹，因为我用教法律，啊，法律是上定的，你定的，你若定的法律，你就要照规矩来。所以咱是坚持，就是坚持这个所在。我刚刚讲过等下，日本天皇得到这块土地以后，伊开始派这个，因为吼，这中国有足侪代志发生的啦。因为1895年的9月7日，这个6月7日啊，华山之计，就是总督所派第一任的总督。含这个李经芳，就是迄个李鸿章的后生，第二个后生叫做李经芳，伫台湾的外海横滨湾啊，签这个办理交割。交割内底36个小岛，因为台湾周边的群岛30个，36个一个点3个晚上底下点。我定你讲哦，你若唔知影法律哦，你就去用欺负。咱今日台湾嘛同款，你若唔知影法律，你台湾就防欺负、防消灭。咱若知影法律，咱我都抵抗。咱即马甲美国讲个讲，你照规矩来。所以到今日为止，你前讲中华民国迄个图腾那边，迄个 logo 要甲毁掉，为什么？咱是兵遐尼啊大，咱兵政府无兵无卒啊。但是甲美国伫个告，告甲伊嘛下令中华民国为旧年的7月7日，甲今年的6月30日，迄个 logo 爱毁掉，咱哪有遐尼啊大个权力？真简单嘛！我讲，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是美国你军事占领，你是主要占领全国。安尼，我直接目睭所看的军队的 logo 拢是迄车轮牌。我敢问美国问啊，为什么？
迄、那个车联拜登代表你美国吗？你美国代表毋是迄、那个，你美国代表迄个星甲迄个星无相共款嘞。美国代表是迄个五颗星嘞，迄、那个才是美国嘞。啊，车联拜迄个是十二道光芒嘞。当然，即马中华民国嘛，甲开玩笑，伊甲维持三道啊。伫迄太平岛吼、哦，迄粒伊甲维持三道，你毋来注意看无？报纸有啊，你有看无？伊迄、那个迄 logo 吼、哦，甲维持三道啦。啊，十三道是什么意思？啊，伊就甲美国讲、啊，我没有占领啊，我是另外一个部队的迄落啊，这袂使哩。所以，因为安尼，咱甲美国讲，歹势吼，你的部队吼，第一，你袂当让中华民国的部队来占领。啊，你若让中华民国的部队占领，你美国负责任。所以，开始遐路我拢摕掉。所以，因为咱。啊，过来就是占领，你袂当甲移转主权，你袂当叫我台湾人做兵，所以开始无兵。啊，大家嘛唔知啊，大家讲啊，美国拢无做，美国做出做个，我甲你讲，咱迄个四月二七去 AIT 以后呐，美国起升起来，你能去看，已经升起来，是安那升起来？原来以前咱去的时阵，咱拢甲伊讲话，你奈无升旗啊，伊歹插的，原来伊无国旗啦。所以咱才送伊国旗啦，啊！只国旗好，你不爱戴，无你去试看卖啊！哎，即马是升起来啦。我即马才知影讲，哦，要求这美国人是种足可恶的呢。伊不爱甲你讲啊，美国拢讲什么 ？No No No No， 从来不讲 Yes。台湾不可以公投，台湾不可以加入联合国，拢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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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无一项 Yes 啊。啊 Yes 爱啥？啊，咱来甲讲，啊，实在要足屁的。啊，所以咱就爱想空，想用法律。你无旗啊，我送你旗啊！你无挂，你试看嘛。你若阁无挂，我就阁甲你告。啊，即马挂挂起来，你去看，即马挂起来。迄支旗啊，我看毋是咱个呢，因为迄支敢若较水呢。咱迄较无遐水，伊敢若挂迄支，我较注意看哦，敢若是甲迄支共款啦。咱即摆头前迄支啦，迄啥迄是迄个啥奶酪个啦。即支是美国来呢，毋是咱台湾做呢，即支啊。哎，这支吼、哦，迄质地无同款嘞，啊，迄支嘛是，迄是即美国，迄真正美国的国防部来摕来嘞，无同款嘞。所以各位吼、哦，我即摆有感觉吼、哦，甲美国的交涉吼、哦，真正爱吼法律爱足正确。所以有即、这个、包括咱台湾有真侪社团讲，啊，你美国拢甲恁民政府的联络，拢无要甲阮联络，所以迄种假，很简单呐、啊，你的论述不对啊，谁要跟你联络？上会跟你联络，敢若亲像我即马对外口遮个人遐论述，人拢假，我通通都不回应。除非有一天他的论述是对了，我会跟你联络。啊，你若不对，我要跟你联络，要跟联络啥？这就开始冤家。先讲台湾的地位，啊，台湾的地位到底啥？遐人都唔知影，是要跟咱变，是变哪变啊？啊，若讲到咱现主席哦，咱即马训练已经将近要2000名啊。啊，有人会讲呢？伊讲吼，台湾民政府哦，没有民主啦，无民主啦，咱无民主对不对？对，绝对对。啊，为什么没有民主？因为今日咱要过军政时期啊，占领中啊，这清楚跟你讲占领中啊。啊，咱嘛是赶快，这国民党跟咱讲个真清楚啊。啊，军政、训政加宪政，宪政时期才有。选举嘛，叫民主嘛，敢不是？啊，所以咱今日为止，啊，你若讲，啊，什么时阵会当训政甲宪政？我甲你讲，咱台湾民政府接到政权迄一天开始进入训政时期，刷入去，咱的参议会通过台湾基本法的时阵啊，实施的时候开始进入宪政时期，迄当然叫选举啦。啊，即马中华民国即种的民主，你敢袂？我甲你讲过啊，咱若现主席今日台湾民主宣布讲，为即马开始，我们都要民主选举。我甲你讲，明仔载就倒啊！国民党要找1000个、2000个，无简单吗？民进党要找2000个，家己无简单吗？太简单啦！我讲一个例，互你听，我才公开安尼讲。你敢知影民进党当时甲即个建国党迄当阵两个拢是属于？绿色的啊，建国党去用消灭，为什么？很简单呢，民进党的人来讲啊，我加入1000个，
大家嘛欢喜。我以前我嘛建国党诶人员啊，一千个党费偌济？1200万，哎，不，这个120万，一个人1200块。加入，今日现加入，大家送啊，好高兴哦！我们今天加入了1000名的党员。过一个月，按照党章联署，我要召开会议，啊，顺便给你写一个议题，啊，讲来去，啊，做迄个燕山伫燕山开的，燕山开会，啊，开会临时动议，马上就来提出来。我们建国党因为民进党已经很好了，已经开始有人去当选了，我们建国党啊，阶段性的任务已经达成了。解散，通过呢？好家在，中华民国的内政部讲，歹势哦，政党未当解散，所以今日的建国党才维持下来。啊，未当解散呢？啊，迄阵人啊，马上就解散了。啊，就骗这老的吼，老的建国党的党员，再来个做重新集合，安尼啊。我甲你讲。你若台湾民政府啊，台湾民政府今日若讲马上来讲选举啊，我讲明仔就无影啦。即摆要消灭咱，真简单，上好的借口就是啥？民主。我马上甲你加一千个啊！伫国民党来讲有困难无？没有困难的。伫民进党有困难？没有困难的。你明仔就倒啊！所以，歹势，美国讲，你毋通去用骗你，你爱甲因讲。你们今天还在军政时期，所谓的军政时期中，由美国政府指定，这些人组织起来，这些人来决定以后报给美国，美国来讲 yes， 啊就来做。我来做国安会，因为美国指定我爱换政策，伊只那一个要求尔。你台湾民政府将来不可以变成共产主义共产国家，这简单了。你也看很主席，古巴已经是100%的左派共产国家。日本你不能看日本呢，日本现在吼一半以上是左派呢。美国烦恼啊，民主党大部分就是拢左派，拢是像拢是韩国人。韩国人迄当阵有100多万人啊，伊无甲伊遣送回去，伊互伊留伫日本，了后马上互伊规划变做日本人。因迄阵人，我毋是讲拢总啦吼，因迄阵人有真济经营啥，拍进口、赌博啦、卖春啦，安尼，迄阵人累积了很多的钱，啊，累积了很多的钱以后。来参加政敌，啊，即嘛夺得日本的政党的政权，所以迄个伊希哈啦、九丸啦，会起来极右派的迄个心态出来讲话。美国伫顶个月12日，甲伊沙请去国防部，甲伊讲这代志。因甲今日为止，开始差不多已经超半年来啊，开始将我所研究这文章啊，开始伫全日本伫铺啦。啊，日本现在开始说，啊，原来是这样哦，你要看，因为过去美国是，以前美国是不怕中国，怕日本又再爬起来，他怕日本起来以后，又和台湾这样整个地方联合起来，这样又再起来，再度的发动战争，所以今天美国是怎样去支持中国，他其实不是要支持中国。这个时候，伊要支持日本的原因在倒，本来是敌人呢。所以你也看吼，美国国防部甲咱真好，但是国务院甲咱真歹。国务院是非常讨厌台湾人，是安尼讨厌台湾人，因为台湾人过去战争的时阵，互美国人吃足大的亏啊。麦克阿瑟，伊的空军基地伫菲律宾的克拉克基地。红全部歼灭，几百架飞机，和什么人歼灭？台湾军啊，为台湾飞过，伫高雄机场飞过，零式战斗机。迄当阵美国规个空军去消灭，所以日本家伫这个东南亚势如破竹。所以迄个伫这个东南亚这边啊，美国败甲遮尼啊紧，新加坡败甲遮尼啊紧，
英国不是足强的吗？英国的战舰嘛，去予日本拍倒去啊！你想看咩啊？迄当阵日本啊，攻破迄个啊，做新加坡用偌久的时间，你知无？五天啊，用啥物物件？你知无？卡车、脚踏车，部队拢用骑卡踏车，用卡踏车呢？直赶，直赶速度，直赶，赶到新加坡，免偌久，新加坡就投降啊！英国人就投降，因为啊，伊的移动速度之快啊，出乎英国人预料。所以呢，你也看吼，即整个即个日本人以前确实是有影真勇，但是日本伊迄当阵吼，有真侪策略原来是行唔对的。伊会行唔对，是因为迄当阵日本伊感觉讲，我真侪迄个叫做原料啊，你美国拢敢动？其实坦白讲，我是感觉讲美国迄当阵有意啊，要叫日本发动战争啦。因为伊知影，伊若发动战争，伊绝对有法度将日本甲打掉的嘛，甲你同款。今日美国一直希望讲中国发动战争，一直希望讲中国会当开战，所以伊用足侪番啊番迄个方法啊，中国就是唔敢开战啊。虽然伊的网军啊，伊的愤青啊，伊个青年人啊，少年啊，一直甲美国讲，咱卖甲开战，咱卖甲拍，甲拍80%啊，唔敢，伊唔敢顶当啊。因为美国在等你拍，我跟你讲，尤其昨国防部宣布60%的武力要放在太平洋，11架的航空母舰，6架在太平洋，这是从来没有的现象。以前美国感觉讲啊，中国做那面无效啊，但是即摆派6架，啊到处在演习。当然，像这种的情形啊，我相信美国要帮忙咱台湾民政府是100%，但是问题是讲，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站会起来？咱站会起来不？当然，咱站会起来，是不是？你讲站会起来吼，不是咱家己讲的呢，咱敢若受一个训都站袂起来啊？安尼31届安尼，当然啦吼。你讲讲要甲你斗2架伊拉马斯来，你也烦恼。啊，讲无济人，你也烦恼。啊，你到底要对一种？有影，我实在讲哦，我嘛唔知影讲要超几个较拄啊好啊。因为那阵即敢若吼去炒饭共款嘞，你若米足济吼，要炒吼，要炒拢咸吼，有问题嘞。啊，你若真少的时候，我讲足够工的嘞。所以吼是两难呐，吼两难。所以有当我讲吼，大概。报纸啦，咱的话讲，迄本册爱紧看，你会帮忙啦。吼、哦，啊，你若讲看完，你就足清楚啊。啊，我来甲各位预告，吼、哦，礼拜三，《联合报》全国版 A 版。哦，《联合报》啦，顶了吼，《联合报》啦，顶了哦，这毋是小可代志，我讲你，无甲你骗的。我甲看吼、哦，民进党敢若毋捌顶过《联合报》呢？毋捌呢？在弄《自由时报》啊？过去联合报拢是国民党伫顶个呢，咱只顶落吼，甲国民党同款个呢，咱超乎他啦。啊，所以顶落去吼，你也看吼，首先顶落去啊，对整个台湾的政治有啥物影响？你有想过无？我相信，遐深蓝会跳起来，一定会跳起来。啊，其实因知影台湾民政府啊，因拢清楚。是干台湾人唔知呢，所以咱要订这个报纸，就要甲所有的台湾人宣示，台湾民政府巩固健全化已经站起来了。因为咱有2000名的受训的人员，已经不是你那么简单可以来消灭我们的啦。啊，嘛是讲有真侪其他的党派伫咱的内底制造讲哦不民主。有影有人听到会戆呀，有影就对呢。啊，你什么人做州长拢无要民主啊，拢无免选啊，当然免选啊。我叫人选你，家己拢妥嘞。啊，若选嘞，我讲哦，总理含我拢换换掉了。无定我的名换做马英九呢，这有可能呢？民主啊，对不对？爱民主啊，各位，你也足清楚的了解。我们现在是军政时期，我们现在就是民主，对不对？对吗？
两种声音啦，好对啊，不对啦。咱这种的民族，含伊中华民国遐认为迄种的民族是不一样的啦。咱是我们在美国军事政府授权下的民族啦，军政时期嘛，军政时期嘛，中国共产党有民族无？有无？有，奈无？伊要做伊的党，伊的迄、那个、迄、那个共产党的迄、那个、迄、那个也做啊、主席，伊嘛爱选呢？安怎选？伊就是伊的组织部，伊的组织部内底，可比讲伊的组织部有六十个人，这六十个人分派，互你去所有的省，去甲遐个人调查，啥物人会当调查？会问省长、副省长啊，迄、那个、迄、那个政协，有一挂人也甲问，哎，啊那真真即满。胡锦涛要做下一，习近平要做下一任的主席，你有意见吗？伊嘛是民主啊，哪会无民主？伊是伊内部的民主啊。咱原来共款，咱是叫做内部的民主。啊，你还不是核心？我常在讲，你要民主好啦。我问你啦，你这个论述你捌偌济？你认识多少？你还都不认识的时候，你要民主迄种假？敢若现主席台湾人共款？中华民国算计哦，算的敢真正？不是啊，买票的买票，敢不是？咱凭良心讲啊，算计你拜红买票，你举手我看看。哎，讲良心话啊，捌无？算计你有红买票有无？我有啊，敢那我一个娘？拜托，较良心的啦。啊，那无吼，你那无举手，你巴肚疼，我跟你讲。你若叫我买票，你牙齿我看。啊，你若无牙齿哦，表示你足无人缘的啦，人含插都歹插你啦。五千，哦，较全哦，我无摕遐济啦。哦，安尼乡长吼，我这无唔对啊。啊，这叫民主吗？这民主吗？啊，选举用民主吗？唔是讲选举就是民主 ，no。我跟你讲，我讲。台湾民政府一定要坚持这个路线，公正、分正、甲宪政，一定要坚持。啊，我今日伫这个所在利用机会，甲大家宣布：当咱接到政权的时阵，进入训政时期，还主席要个美国军事进入占领，所以咱是军政时期。当咱开始设定台湾基本法的时阵，开始会进入宪政时期。安尼好冇？你有支持无？所以若有人佫甲你讲，伊台湾民政府无民主，你拜托迄名甲记起来，迄拢有问题啦。有两种嘛，一种就是讲真正家己毋知影嘛，啊，另外一种就是讲有问题啊。伊想要啥，要甲你跳线，但是无遐简单啦，吼，无遐简单，因为咱的意志拢真坚定啦。啊，你若无坚定吼，你今日若无坚定，你今日无法度徛伫遮啦。拉萨就倒去啊，安怎讲？这论述到今日足艰苦的呢，你敢知影？真正足艰苦的呢。啊，这你无听迄个咱的蔡总理讲，伊迄落地啊吼，伊林啊两块破起来，啊有影都对。去日本遐一抓啦，三抓啦，去美国一抓啦，啊开啥的钱？啊开伊的钱啊？对不对？啊，当然太太真支持啦。啊，太太若无支持，无法度呢。啊，我知影咱在座嘛有一挂人太太无支持呢，讲你读较歹呢，互一定人骗伊。我啥物人甲你骗？你伫遮住三工两暗，一只工困，一只工用所在，啊工食十顿，民宿嘛差不多安尼啊。敢有甲你骗？无啊，敢毋是？是毋是？较公平，你拢是遐细声嘞，人拢无听，是毋是啊？是啊。讲道理啦，莫安尼啦。我是安怎吼？我感觉吼，咱所有人吼，所以你有当啊吼，我要拜托咱台湾民政府以后吼，讲的话，你伫外口讲的话，大家拢来做参考。所以我希望讲台湾民政府出来吼，讲的话吼，哎，合情合理，合法，啊，这是真正的社会。啊！咱台湾民政府后摆哎很守信用，袂我爱甲你答应，我若甲你答应，我一定甲你做较到。啊！台湾人吼故意，你知毋知？台湾人吼足容易安尼吼模棱两可啦，
所以我今日他拄仔你讲遐朋友，你讲吼，你都无爱娶这个查某啊，你搁人娶伊看电影，我都无爱约伊啊，啊你人娶伊看电影要创啊？所以伊记我这是原则呢。你若无爱爱，你就讲我无爱，我无要甲你做亲戚，直接甲讲我无要再你做亲戚，无免联络啊。你无要共娶，搁共娶伊看电影，安敢有道理？无道理呢。我这里讲啥，你敢知影？我咧讲吼，咱有一挂人的土地啦，吼，人要家己征收啦。啊，尤其是迄个叫做啥都市更新啊，咱在座有拢都有这种的啊。啊，即摆该都市更新的时阵，人来讲来来来，我带你来看啦。啊，你卖唔拢无要紧啦，我带你来看啦。我即块地甲你换啦，甲你换四间厝啦。你都面积都无哎，你爱去甲看无？免去甲看啦。你若看咧，甲你翕相来讲哦，啊，我当阵我有甲讲，伊就同意啊，伊就即摆条件讲袂下，同款的代志，我都讲，若讲你，你就听有啊。即个查某你无爱甲伊结婚，你卖甲带伊看电影，你带伊看电影，你就搭较高高低。所以会记哩，做人的原则一定按咧坚持啦。啊，你若坚持，你拢会成功，我甲你保证。咱今日民政府现主席替三个原住民的土地处理。每一摆拢成功，是安怎？甚至明仔载要执行哦，法院判决要执行哦，今日才动起来。林务局，我相信因林务局拢总知影咱台湾民政府啦。你讲恁台湾民政府厉害呢？我唔是厉害，叫法律来。台湾人生来带起这块土地呢，你中华民国入来就圈地哦，这块我的，甲你印一个所有权状，讲替你的，这是中华文化。无迄人，无人安尼做诶啦。所以吼、哦，爱记咧，法律绝对是真理，会当永远伫即个世间生存啦。啊，若毋是法律，就逃起啊啦。爱记咧，砍了先分起，搁倒转来。马关条约内底，台清诶皇帝将台湾甲周边群岛甲平湖。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所以日本天皇拥有这款在土地所有权以后啊，伊将这个所有权来交迄个管辖权交予日本的手上。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讲，无讲到日本天皇，就是讲日本天皇无受到处分，但是日本政府受到处分。这个日本政府就是讲，袂使哩，为即马开始，你对台湾甲这个琉球啊，袂当管辖，因为琉球。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交予美国托，交予联合国托管，啊，联合国交予美国托管。啊，所以你的琉球这人，伊的地位实际上跟台湾是完全同款。美国的军事政府和这琉球，迄当琉球嘛在生活，啊，这人讲啊，我咧做生意，我要出国，我要安怎？什么人要护照？敢找日本护照 ？No， 找什么护照？找美国军事政府的护照。这个军事政府护照，在这个张单内底啊。后壁面啊，你甲看，你应该这份你拢有啦，这份你有摕着无？有啊，你有摕着这份无？有啦哈，这份的后壁你甲看，迄图啊，就是美国军事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有这份呐、啊。这个旅行证件，予琉球的人去出国，琉球的人若要去日本，爱这张哦，爱，真清楚啊。也要啊！今日台湾无同款啊！台湾，你中华民国来占领，啊！伊中华民国家己发行护照，啊！咱台湾人去申请，哎、欸，啊！你美国哪会甲接受？唔对诶！我甲美国讲不对呢！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唔是国家家己讲诶啊！啊！你甲承认伊个护照入去内底，会拜托诶！啊！你美国国务院佫讲三个条件，若成立诶，拢是叫做恐怖集团。三条件是啥？第一，唔是国家，中华民国哈哈呢？你美国讲的啊？第二，有武器，啊，你美国卖哦，中华民国武器啊，台湾你立钱啊？第三，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所在去征兵的，伊其实这三点，伊是讲啥？讲迄个叫啥？宾拉登啊，伊是咧讲宾拉登啦，啊，宾拉登迄个规矩甲提起讲嗯诶，甲中华民国哈哈呢？所以我甲美国讲，伊就是恐怖分子啊！啊，讲了哦，才叫伊讲，哎、欸，啊，你的 logo 拢去涂掉，所以伊是中华民国算去
剩着塞尾的涂掉。啊，所以你甲看，即马嘛袂当做兵安尼。啊，遐立法委员因为哪款讲很奇怪呢？一千多颗的飞弹对着台湾这么危险，还叫不要当兵？啊，所以嘛有人咧讲呢，讲奇怪呢，啊，无要做兵，毋是台湾要交予中国，没有放弃武力嘛，对不对？哦，要搞中国，安尼会害啦，台湾人会害啦，袂害啦，免烦恼啦。拄拄啊，才巧合呢。免做兵，无武器，啊，大家讲安尼安尼，台湾民政府要将台湾交予中国，啊，所以这个林志兴是共产党。啊，你看到鬼样？中国人摕钱来给我，将中国甲台湾关系甲跳开，全世界到这样的政治人物。敢有？更何况钱还袂付我咧啊！看伊偌济钱，你敢敢买啦？足锤啦！我所以我讲，台湾关系法要废除。哦，即摆只中国人啊，就咱咱只网友哦骂骂我讲，我这人，这林志英这人绝对是共产党的尿杯啊！潜伏在台湾呢。台湾关系法里面台湾是什么？ The people on Taiwan 呢？ on Taiwan 是什么意思？是住在台湾的包括流亡政府的中国人呢？那是你保护谁？保护那些中国人的啦，台湾人不要看，保护台湾人是什么东西？ The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湾人，本土台湾是啥？旧金山和平条约，啊，怎样？国民党旧金山和平条约给你收起来，藏起来，啊，刚才提台湾关系法你看我现在说不对，台湾关系要废除，啊，那些人就骂呢，哦，要害台湾，哦，你害个屁啊，害台湾，我是要跟美国说，你回到旧金山和平条约就好了，会不会？一定会，我跟你说，啊，如果台湾关系要废掉，马上就恢复了旧金山和平条约，啊，旧金山和平条约，这是禁锢在哪？在2006年10月2日，我看过美国那个结论嘛，那结论说得很清楚嘛，美国行政单位要按照和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行事，那就对了嘛。啊，如果按照旧金山和平条约行事的时候，什么人要做兵？美国人要做兵啊，美国人要在这里做兵，要在台湾做兵。所以咱开始爱请美国人来做兵，对不对？啊，免开钱诶！吼、哦，这款外劳足好诶，家己搁准备，家己搁准备武器，搁最先进的武器。但是伊要食牛肉，你台湾卖甲动好唔好？你看嘛，我甲你，我老早我开咧，我直接讲嘛，牛肉一定通过。即马安那，国民党遐安那，你也看，马英九从亲自督政。免督政啦，你甲遐人甲叫，甲时间甲讲啦，甲遐立法委员讲，实际上是安尼啦，是毋是恁要食？是遐美国人要食的啦。我著调查互恁看嘛，遮尔啊侪人食牛排，三分之一都无咧，毋是要偷死你啦？那偷死嘛是美国人偷死家己嘛，啊袂当入来，遮戆。啊好啦，准讲有瘦肉精啦，你进口两种就好啊嘛。哦，这种是没有瘦肉精的，这种有瘦肉精的，啊，瘦肉精的较俗，啊，这个较贵，啊，你买买啥？你家己决定嘛，安尼会使无？这简单的问题啦，啊，即马遐民进党甲台人推的，啊，家己很得意。哦，我为了照顾台湾的人民，屁啦，怎互你照顾着？你也无要食牛吧？你照屁啥？照顾什么？伊是利用这，互你变个民进党甲台人甲美国反，啊，美国愈扯，到底互伊扯台湾人啊，你阁愈扯。实在有影，我感觉吼，台湾人自找死路啊！啊，你啊看，我老早讲的，我甲你保证啦，美牛一定通过啦。澳洲400票对1票通过，美牛可以，日本、韩国都可以，独独台湾有问题。啊，这文有问题，伊个国民党个拍一个，互民进党搞，叫利用去。这 AIT 啊，这已经算旧啊，这是迄个图尔啦。过两天啊，新的咱会甲翕出来啦。因为咱顶回吼，一日去中间咱有翕一张啦，
搁过咱换了搁一张啦。各位，今日台湾人对现主席的现主席的状况，你也非常清楚。那非常清楚，你才有法度伫这个世界上来和美国来做一徛去。你若不清楚，真正的不清楚就去用拍，不清楚的人去用消灭。搁讲搁转来，旧金山和平条约伫1952年的4月28号生效。然后东江差三两千古，迄、那个日华、日本甲中华民国签一个啊，做台北条约。台北条约内底讲啊真清楚，当时台湾人是视为目睭看，视为目睭视为视为中华民国人，是目睭看尔尔啦。啊，但是你若看1972年，日本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迄条条约呐，废弃啊嘛，无去啊嘛。你本来是看为，啊，即马迄条提掉，我问你，啊，即马台湾啥物人？台湾人的国籍爱变啥？讲日本无啥对啦。啊，所以有人去甲告日本啊。1980年，日本的高等法院宣判，因为有一个台湾人讲，我的老爸老母拢是日本人，所以我应该日本人。你美国，哎，这日本政府哎。这个只爱行话，判官司，结果嘞输啊，啥来输？即马这个日本政府甲大日本国有共款无？不一样的啦！大日本国甲今个日本政府是已经叫麦克阿瑟伫1947年4月17日修宪的时阵甲挖起啊啦，甲偷天换日，第九条将日本天皇的一寡权利。拢总甲北条，旧金山和平条第一条的美，讲日本天皇将日本的国书来交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日本政府，安尼即个新的日本的政府，所以即个新的日本政府和台湾有关系无？没有关系，咱是和什么人有关系？和大日本帝国迄个原来迄个日本政府有关系啦。啊，琉球。和什么有关系？嘛是和大日本帝国迄个日本政府有关系啦。啊，这个现主席今日要求伫1972年5月15日来交予日本政府。啊，这个关系是啥物关系？托管，交予日本政府托管。啊，敢那亲像咱现主席台湾交予啥物人托管？和中华民国托管，但是中华民国是受美国军事政府的委托下，诶，这个托管啦。有深无？真深啊！所以你不一定听一摆，你听，所以你爱看侪，我定定过来看侪。这样因研究到这款程度哦，无简单，你免甲我拍破啊吗？真正无简单啦，我无骗你啦。啊，我讲的吼，经得起考验。我讲一摆，互你听好冇？搁讲好冇？绝对好的嘛！你敢听头一摆就听，你就听好加厉害。大日本帝国，日本天皇，伊的宪法实施是实施伫福海道、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琉球甲台湾，这是伊的宪法。伫1945年4月7日，迄天、迄个时阵，这六个所在，包括北方四岛，包括独岛，包括南海，这个。整个的所在拢是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敢那阳光照耀的上面啊。战争失败以后，麦克阿瑟将日本帝国的宪法甲修改，将日本政府和日本天皇的关系、日本天皇的国事改剥夺，变作日本将国事来交予。由日本人民所组成的日本政府，所以这个原来大日本的国家的这个政府已经改变了，变成啥？日本政府，新的日本政府。在这个新的日本政府，迄当阵麦克阿瑟并无将琉球甲包括啊，无将台湾包括啊，因为啥啦？因为这两块土所在啊，拢伫迄个战争的关系向占领，琉球美国占领。台湾是中华民国暂时占领，所以琉球 suspend 就是悬置，甲吊起来。台湾地位甲吊起来，两个所在拢吊起来。
在这两个所在调起来，先防占领，因为占领较大，哦，占领较大，所以占领先给你控制起来。你日本现在暂时不能实施，但是要调起来。有一天，当这个占领给移除的时候呢，日本的交合，日本的这个宪法对这样实施，但是现主席还不可以。啊，所以讲过回来哦。即马日本这个琉球啊，在1972年，美国离开托管来献给日本政府，迄，那个日本政府是新的日本政府哦。这个新的日本政府献给伊的时阵呢，等于是日本天皇交代日本政府来托管琉球。琉球的地位就是安尼呢。啊，台湾呢，因为中华民国代替美国来托管台湾，所以有一天当中华民国离开台湾的时阵啊，美国爱将台湾这块土地交予什么人？日本天皇啊，讲日本是唔对啊，日本天皇爱交等于献予日本天皇。啊，当然日本天皇即马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已经予日本天皇啊，嘴大一块三郎帕斯啦，伊干来当点头摇头。这个问题，美国讲阿免啊解决，你台湾民政府恁遮尔啊巧，恁家己去解决，恁家己去想，国民来解决。这是咱今日咱伫遮哩开课，国际班遮哩一直哩上课，就是哩上课遮个物件啦。上课讲后摆台湾免啊行，因为1950年的时阵，联合国就讲6点的规定的第5点就讲要予台湾将来要予自治啦，毋是自决哦。因为有人讲哦，台湾要自决，照联合国个73条，美个77条 ，no， 不对，毋是殖民地，所以毋是自决的问题。台湾是自治73条。咱讲这个物件，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这个 USME 和咱参详讲没有错，你们这样讲是对的。所以咱就爱照这条路向头前直直行去。啊，所以今日若要严格来讲，我要甲日本建议啥？日本政府即马这个日本政府要退出联合国，你有惊到无？现主席的今日日本政府是予同盟国给绑架，绑架在哪里？在联合国内底。日本人家己唔知影呢，到我去甲伊演讲讲了，啊，你讲对了呢。伊讲，阮就感觉真贵，阮敢那讲吼，伊讲吼，伊感觉日本拢予绑掉的，啊，唔知啥物绑掉的。我讲同盟国给你绑掉啊。所以日本现主席这个政府要退出联合国，回来修改宪法，把台湾变成 Commonwealth。现在上帝套美国在替咱套，美国在替日本套。美国他有看法说，嗯，好，日本到今天来要再强起来应该比较没有可能，但是中国现在强起来啊，所以这个中国变成亚洲要来防止中国，啊，防止中国要靠什么人？靠日本台湾这条线。所以刚才我们发现事情，我们发现台湾的地位，啊，日本也肯配合，这样刚好连起来，台湾的监督就是在这里。所以今天的台湾很多都不知道台湾的地位，所以你是这种的，你只能看书，我告诉你，你不一定了解。所以我告诉你，鼓励你回去一定要去我们的台湾民政府的网站官网啊，官网顶完你要去注册，你爱写去31期，哈、哦，31期哈、哦，你甲拍一下吼，迄、那个也做迄个网站哈、哦，我甲故意你啊，我甲故意讲，不你拢不要，甲今还阁不要用嘞，足简单嘞，拢不要用嘞。迄、那个咱的网站吼、哦，拍开吼、哦，台湾民政府官网啊，拍开有一个注册哇，你甲点注册嘞，啊，你看哦，来注册，啊、哦，你看哈、哦。这不是啦，爱首页啦，爱先首页。好、哦、来，你有看哈、哦？来，这首页还有一个作品，还有一个注册还是登录哈、哦？甲点落去，点落。好、哦、来，点落去哈、哦。注册加入台湾民政府啊，账号、电子邮件，你的电子邮件你知影嘛？哦，啊，过来就是密码，你家己设密码哈、哦。啊，密码爱拍两盖。啊，即下个问题啦，1+1等于多少？多少？二个加手，啊，不是二个加手，二啦，拜托哎、欸，
对啦，绝对对啦，绝对对啦，拜托二啦，因为迄当阵吼，我咧研究讲，用较简单的互人许，无想讲遮简单吼，电脑飘起啊，电脑讲这有啥物用意哦？看三啦八七，二啦二啦哈，你有答案啦吼，所以很简单就可以注册成功了，好不好？拢爱去注册啊，我讲一摆啊，拢爱去注册。啊，你的注册以后，你的 email 拢爱有，啊，你的手机嘛爱有，咱要通知，拢用手机来通知，啊，用 email 你来通知。有什么新的代志、新的变化，看这个台湾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来这拢有发布。啊，这旧的官网哦，变作迄个中央跟内阁会议的官网，因为咱即马六月七十以后啊，要开始试行运转啥？就是政府免得稳转。练习，可比讲咱练习讲，即摆好，拄仔开始，美国讲吼，我甲你拨一亿美金互你，啊，你一亿美金哦，你要分为你只个团体，你要分偌济，啊，要创啥物物件，开始爱改爱练习写预算，啊，参议爱通过，吼，预算写好要送参议院，拢爱照规矩来呢。所以我甲你讲吼，台湾人到今日为止四百年来，毋捌建立过家己个国家呢。一挂人话讲哦，台湾要建国，免得建。啊，即马你才知影讲哦，建国唔是遐简单呐、啊。哦，迄以前迄包括建国都拢同款，民进党遮所谓的建国拢是建什么国？中华民国啦。啊，中华民国都无的物件，你去建啥？讲建个光宗楼阁啊。所以美国讲奇怪呢，你台湾人足济简单的逻辑啊，拢无法度懂呢。啊，我都懂了，我见哦，佫比你较歹，所以美国佮要佮你见面，见面就冤家尔，佮真简单，你就爱去，你就一定爱啦，爱注册，啊，你要慢慢啊吼，美国真的是佮你训练啦，训练年外呢，年半呢，吼，年半才差两千名尔呢，啊，要信邪嘛，拜托唔能够年半呢，较紧的，吼，爱较紧的啦，国公都等下就讲，你即马即注册以后吼。有真侪代志，咱就以会当直接先甲你联络，你就看有。啊，你嘛同款哦，每礼拜每受训的迄个礼拜吼，礼拜的时候你会当倒来听课。有详细的报告，因为我相信最近开始吼，速度会愈来愈紧。啊，有足侪愈来愈新的消息，吼、哦，可比像你讲啊，做美国啊，对咱的经营安怎？啊，咱最近我甲你讲，美国足无用，尤其是最近。美国开始在处理南海的时候，他开始在布置，他布置什么东西，他要将中国很多势力给拦截下来。我们有一本中国国情报告，本来那是高级班的东西，但是你们这期我特别都有送给你，那期你看看，你要提灯给你看，那非常难得，里面写的你看你就知道说，原来中国现主席的情形是安怎？吼、哦、啊！表面上讲美国欠中国钱，其实不是欠伊钱啦，伊是挂小挂账啊，用物件送伊美国，美国讲好啊，你要花你就摕来啊，但是我无法度付了现金啊，我甲你挂伫遐，啊会行哇？袂行，绝对袂行。英国欠即、这个美国欠英国钱，安那解决？打一仗。荷兰。借予美国钱，啊，美国无多行，安那打一仗。啊，即中国，予美国欠足侪钱，怎么办？打一仗啊！打一仗的钱，点样较省嘞？那打完仗哦，过一摆马关条约啦。你看有影无影？你可以说野战争哇，迄腿阿面也袂战啦，我无骗你啦。伊是变哪战？对一点一仗战争，你甲我讲，武器较好吗？相差50吨啊！啥那相差50吨？卖讲啥啦，航空母舰就好啦。11架的航空母舰，到今日为止，中国敢无法多做，无法多做。啊，伊安那用2000万美金去买一只旧的壳，对啊，海上旅馆啊，爱要做航空母舰，中国人足可怜的，做迄款兵嘛足可怜的。我话，到即马为止，唔知死偌济，我无甲你骗。干阿一个升降梯起来，就降袂落啊！相片拢有啊，唔是我制作的。伊 F 22两架，以前公布一架，你会记得无？
我老早伫即个所在，我就讲伊有两只，头一工发现我就讲两只，你会记得无？我讲的拢无订单呢，是安怎我来知？美国甲我讲的嘛，美国伊一定有一个情报会甲我通知嘛。迄当阵伊有两只的时阵，我就甲各位讲，伊有两只，毋是一只啊。啊，两只即马最近甲顶礼拜伊开始公布讲，伊有一只，第二只即马才出现了。第四飞啊！啊，迄只比原来迄只，美国的真正正港的 F-22 加4公尺半，引擎飞起的时阵啊，迄引擎啊，伫天顶你看会到，伫雷达顶面看会到是红的，没有隐形。所以美国你笑啊！啊，这跟 copy 也无唔对啦，但是迄个引擎，咱迄个戴旭讲啊。中国4000架的飞机啊，无一架飞机的引擎是中国家己做的。这种国家要战争，你相信吗？敢若台湾人相信尔啦。4000架无一架是中国的呢？啊，中国的战备的储油一礼拜，啊，要战争敢有可能？拜托的，头脑少用的啦。美国今日。甲中国，伊若禁止中国的货物进口一礼拜，中国就死。我甲你现，你毋通想讲无进口，因为遐物件囤起来吼，我甲你讲，国家的问题足大个。今日台湾伫落水是啥物落水？你敢知？是中国国民党伫喊，中国国民党毋知影战争的原理，袂晓甲美国计较啊。以前台湾变作四小龙之一，是因为。美国开放市场，予咱台湾进入啊！即摆要停起来，停起来安那？台湾的所有产品安那？无去嘛？啊，无多赚着钱嘛？啊，台湾人家己饭桶啊，走去对，走去中国说。你走去中国说，美国讲，我去中国说，我无爱予你入去。台湾人若伫台湾说，所有工厂。台湾民众甲美国讲，照战争法，我爱免税入去美国，而且你一定爱甲我买，甲命令啊，啊无你嘛甲占领嘛，唔是安尼派尔，我甲你讲，甲迄个时阵台湾就恢复经济啊啦，即摆安怎？你刷去中国，伊讲有理由啊，我中国我不要啊，啊你台湾唔知你家己的地位啊？你其实你伫美国的所有货物拢会当免税啊！美国绝对唔是咱台湾的对手啦。但是你唔知啊，你家己去做空去用徛，你是当卖伊免税，伊唔当甲你扣税呢，他不敢呢，占领啊！来，占领发一只，啊那无，搁甲过，伊袂惊你，我嘛歹神。个那个奥巴马，你就免做，我跟你讲。所以美国开放市场，比中国开放市场，予咱台湾好足多个啦。美国买物件拢卖较贵个啊，趁较有钱啊。你也看，你也学日本啊。日本愈做个物件，愈做安那，愈贵愈好。中国人愈做个物件，愈做愈俗愈歹，迄文化嘛。咱爱日本这套还是要中国那套？当然要，但较怪嘛，要日本。当美国开放市场，台湾民主接着政权的时候，我就甲美国讲的，我希望永远和你占领，你永远开放市场给我。啊，你呐，讲要偷渡，你要来甲我占领，我讲拜托的，我已经甲你导航啊呢，你来甲我占领呢？伊巴肚甲你摕啦！我全世界上界欢喜是台湾人呢。啊，台湾人去过这番日子，你都唔难，你是皇帝呢？台湾人是皇帝命呢？你做乞食生意同款啊？想无呢？你当做皇帝，你不爱做皇帝，你要做乞食呢？你甲中国分啊？国去用笑，各位啊！所以李登辉讲，就李登辉讲哦，伊个做个总统，伊袂当讲，什么袂使讲？你爱讲啊？伊讲你台湾人爱先认识台湾，伊毛敢呢？甲我讲啊，我你嘛甲讲好清楚，
因为我讲真清楚，我做总统我袂当讲。我唔知伊是食着蒋经国的符啊是啥，讲伊袂使讲。台湾今日一个军事政府占领中嘛，咱即摆想来行日本线，咱行行日本线，就你互美国知影。你若无爱甲我占领，迄一天吼，我等下日本天皇的下骹啦，换日本来甲我保护啦。那保人买保险吼，保险啊，干那买一项不保险的，我买两个保险。当然叫做很保险啊！美国，你若袂去，我就靠日本。啊，即马中国到今日为止，伊无甲咱批评哦。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今日为止哦，没有批评我们哦。包括咱去靖国神社150个哦，去甲日本天皇接收150个哦，无甲咱批评哦。我伫看拜山，咱报纸顶会看伊会甲批评嘛？我估计啦，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是唔敢批评啦。伊就叫啥物代志，你知影？伊这吼，伊说哑巴吃黄连啊！伊感觉伊蛮敢嗨啊！所以，伊伫中国人的心内是咱这阵人哦，头脑拢非常的好。伊讲咱这阵人差不多百几人去研究这个物件，咱做伙研究对不对？对不对？较大声嘞，较细声。大家做伙在研究，对不对？对啦，互伊惊一下。我跟你讲，咱在研究这个战争，我跟你讲吼，好佳哉有战争，我救着咱。我爱讲三遍话吼，我上台嘛，唔是咧学战争法嘞，还是无意中呢，因为为着摕博士较简单呐，无想到我读了讲有效呢。李登辉讲：“哦，你读战争法，你著将战争法放喺台湾的地位啊！哦，放一个要求哦，足清楚的。台湾的问题一定解决，一定是战争法，无其他啦。用普通的国际法来说明台湾的地位啊，40%两两啦。讲到遐未通，讲到遮未通，战争法两点会记咧：占领未当移转主权，第二流亡未当就地合法，两点俩。”这么简单两点而已，所以各位啊，你学到这两点，你会怕所有的江湖啦，什么人都没办法跟你辩啦，他如果说什么，你就点点听听，这样你也不能移转主权啦，不要说那个啦，你就倒啊，说中华民国，怎样中华民国的人，流亡不能就地合法啦，那就倒啊。这两点就是咱台湾后摆要行的路啦。啊，哪怕是这两点，咱袂当将美国人阿妈棍甲缩咧。你也听我台湾的话。所以我定你讲，你莫定你话建国，台湾要哪建国？啊，佮日本天皇的是要哪建国啊？所以美国唔只甲你讲，台独代表战争。这战争是上面跟你拍美国啊，因为占领中啊，你要代表什么物件？你要独立，那有迄个独立的代志。这若换做咱的生活内底的代志，就真简单就知影。这间厝的厝主，唔是你住伫这间厝，你有权利呢。所以我常你讲，台湾是台湾人，台湾 no 不对，这句话。定义讲，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后壁即句话你听有？你听讲不对啊？我想啊不对，啊若无所有权证啊，而且台湾是台湾人，台湾是不对，但你听无咧？但是你今日伫咱遮结束以后，你听有啊？对不对？对。真简单嘛，因为这无我迄阵要甲恁骗，拢骗恁袂过啊，因为你拢知影。真可惜，苏贞昌只有就职的时阵，还佫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又讲这句，我佮绝不佮注意。阿帅，你讲哦，民进党要在美国设立办事处，要在日本设立办事处，要在欧洲设立办事处，我佮想想奇怪，这口号敢那台湾民进党拢有呢？我佮你讲，咱的
日本的办事处，咱只要搁增加三个所在：东京、横滨、大阪、哪个呀？名古屋，咱搁增加呢？啊，即摆咱有可能会搁发展去菲律宾，发展到东南亚，一寡船公司走会到的所在，咱拢有办事处哦。我不是讲笑呢，我在这里绝对不讲笑话呢。我是讲实在的，到迄一天我看伊中央讲咩啦，所以咱就照美国指示，咱一步一步一直向前行。所以你任何要甲咱诋毁，不要紧，啊你免烦恼我啦。哦，我讲哦，啊美人你放马甲呢，你拢不要紧，不要紧，干嘛？要算等咱直接政权的时阵，再来甲计算就好啊。反正呢，骂一摆，变成一摆。马一摆变成一摆，尻川片啦，去装铁片嘛，挡袂牢啦，你啊看啦，啊只愈来愈急啦，迄马的人愈来愈急啦。原来我才知影，你马是一个集团啦，哦，一个集团对我一个呢吼，欸，我算真勇嘞，我算大可悲呢。我甲你讲啊，我一丝仔拢袂烦恼。听讲，即阵网络嘛，公布我公布我住的所在呢。我一个看，乌白讲，我当时住伫迄个什么，叫做民生东路。啊，讲咱的印刷厂拢伫广东呢，足离谱的啦。看到也好笑啦，啊，袂去啦，很好笑啦。所以咱的大笔的印刷拢是广东印的。那广东，我无看，我唔知啦。是啦是啦，我听伊讲啦，我听伊讲啦。奇怪吼，咱印的物件，咱印的物件拢足高级的。我甲你讲，中国人印袂出来，卖白啦。唔是像这种的啦，咱印的吼，你讲咱印的啥物啊？你讲看咱的迄个《公民权利法案》啦，哈，啊去日本的迄个吼，迄拢是台湾印的啦，迄中国无多印这個。咱印的啦，字拢浮出来，你有注意无？拢浮字呢，中国人无多啦。所以我甲各位讲，所有人为台湾民政府出的物件，拢总是有水准的物件。台湾民政府出的物件，包括咱台湾人去外口，绝对予人所看就是制服、甲尼裤带、地帽啊，做甲真，无啦免啦免看啦，哎，就伊讲这两本啦。所以我甲各位讲吼。你拢免烦恼遐啦，人伫你骂啥，你拢不管。全世界所有国家建国的时阵啊，拢是少数的人，甚至几个尔。美国嘛同款，一开始才几个尔。虽然台湾民政府嘛是同款，拄啊开始发展的时阵嘛是安尼，足少数的。总理定你讲，迄阵阵你。这个公民权利法案在这个核心里面，你写这个公民权利法案的时候，没几个人啊。但是咱大行拢照美国讲，你安怎行，你安怎行，咱拢照安尼行，一步一步，愈来愈完成。所以呢，要让各位知影就是讲，因为今日台湾的地位，你若有法度理清楚，你才有法度行落去。啊，你若无理清楚，你就一天啦，是人翁啦，绕圈子啦。底下绕来绕去啦，绕到今天三四十年啊，还搁底下哩绕圈呐，写不出来。因为你会发现讲，真侪拢足矛盾的，奇怪。啊，是啊，迄本护照国外拢袂承认，即边去 WHA 啊，就是迄个世界贸易组织哇，邓来人，唔是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邓来人，你有看电视无？摕中华民国护照讲，即本无效啦。把电视这样说，这边没有用啦，人家都不承认啦，刷了给我提出身份证，这份有效啦。各位，身份证有效，那本号无效，啊，这个身份证有效是怎样？他叫那个身份证怎样？因为他读过中华民国汉字嘛。咱那本，咱的那个身份证拿出来的时候，是英文的呢，有汉字还有英文的，是台湾 government 的，那个才有效啦。免多久啦，绝对没有错。我再甲各位讲，绝对没有错。
我直接讲的这些话，百分之百我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今日报纸就是顶落去，含国民党也好，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咱是一个提醒。台湾民政府是完全照国际法去行，所以咱的主张三项：遵照国际法，包括什么战争法，包括万国公法，办过旧金山和平条约，咱一定要遵守这国际法。第二，台湾民政府无要用武力，无要用暴力。咱也毋是讲坚持到今日，其实伫这个中间，这三十几期、四十期的内底，嘛有一挂成员来讲，咱来买武器。我知影买对买枪，我感觉爱笑呢。啊，若买枪，我比你较敖啦。我甲美国讲，我找美国的枪来，敢会输你？买枪，拜托卖买玩具啦。咱无必要买枪啊，咱嘛无必要买刀啊。所以迄是你家己害你家己骗的，所以你爱足，大家一定爱相信我今日讲这话。过去所谓的党外、所谓独派，这些人伫讲的是啥物代志？伊是讲，咱的武装要革命啊！啊，台湾啊无武装革命哦，未成功啦。好啊，啥物人讲？我叫伊讲你大声，你先去，伊无要去啊。叫咱家己生气，都不是戆狗。你吼、卖感情用事，参加台湾民政府，一定爱心智集中，心智一定。我们绝对不用武力，用迄笔笔就好啊。迄支笔就赢伊啊啦。迄、那个笔代表千军万马，所有的部队拢会输你。我跟你讲，第三点，对中华民国，我不直接对抗。但是中华民国所定的政策，我不合作，我也不配合。咱主要是向什么人 ？USMG 美国军事政府。我们不是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选举我不爱选，我就是中华民国的人啊。所以会记得，万一哪个2014年的以前，咱还未接到政权，选举一定要去抵制他啦。爱回选举的迄个人数降低到50%都不到啦，因为我不爱相信讲，即个美国那阵放在50%以下的时阵哦，美国也入来，日本也入来，全世界拢会入来啦。台湾就是甲全世界宣誓讲，我着你选举，我着支持中华民国，你伫维持中华民国的生命啊，各位。维持中华民国的生命，刷入去你一方面做个吗？够道理。美国看无呢，你台湾人到底想啥？因看无呢？恁一讲讲话，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是非法的。中华民国你选去，你选。所以讲伊哈，我要讲的就是讲，今日咱台湾人若要行出咱家己的路的时阵呐。法律要先创个清楚，遵照咱三段讲的迄三点来去做。啊，现在是美国伊会安怎甲咱帮忙？我甲你讲个清楚。美国政府第一，你爱坚定你家己本身要准备好，你要接政权，你讲你爱训练了好。你若无训练了好，包括讲时到咱坐落来要来谈判的时阵，你无法度甲你讲，你含开嘴都困难，因为安怎你讲的台湾地位不对嘛。包括我在这个所在要呼吁，现准是伫台湾这个岛内内底所有这个什么政团也好，所有的社团也好，你爱行对的路，美国会甲你接洽；你若行唔对的路，美国袂甲你接洽，绝对袂啦，因为伊变作是干涉内政去啊。你若家己本身讲我不是中国人，但你选中国的总统，不是很矛盾吗？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这边大陆也要讲啊，选举拢是中华民国总统。你家己讲，咱有神经病无？啊，无多啊，啊，若无选哦，啊，国民党会调去啊，好调。那50%以上不爱选举，美军就爱入来，迄就无效啊。
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可能要讲到这个所在。啊，我讲就是讲上三天的课，唔是安尼，你就已经变作讲逐项拢捌。我再讲一摆，你爱台湾关系法，啊，不是台新台湾论迄本册，你一定爱买，爱读。啊，有诶，足侪人讲我有买啊。我讲你若买吼，你后摆读诶时阵，你摕来看，我甲你看，甲你看。你若读到迄本安，读到哦，我阁换一本新诶，互你，好无？有影无影咧，免费。你若读到拢吼，现甲足乌诶吼，我换两本互你啦。你拍什么手？哈哈哈！好来。啊，我今日吼讲到这，稍等下吼上个精彩迄个结业式吼，咱总理要甲咱讲话，我足爱听伊讲话呢。每一摆伊在讲，我坐伫后边吼如醉如痴啊，足爱听伊讲话。我是伊是我的这个叫做偶像啦，啊我是伊的这个叫做这个粉丝啦，大粉丝啦。来，多谢各位，谢谢。加起立，加嘞。结业式，引起力啦！行嘞，加坐。啊，哇，遮济人，后边拢坐足济人诶，毋着坐到头前来翕起来着。因为若坐后边，咱诶卡面来翕袂到，毋知讲哇，咱遮济人啊呢。啊，各位同心，大家晚安，大家好。啊，大家吼，我若要讲话时吼，啊，拢唔知要讲啥，因为我讲遮济届啊，每一届我拢至少爱讲两届，这边我来讲三届，啊，讲足济届时阵说唔知要搁讲啥，啊吼，所以吼，我拢伫最后五分钟咧想我要讲啥，啊，你想这个问题，我想讲，我想起一件代志，爱甲大家报告，2010年10月26日。迄当阵，毋着十二月初尾选五都嘛，吼、哦！啊，我迄天去迄个咱教务长郭牧师因兜，啊，拄着咱个台湾 US 迄个主持人，迄个蔡明芳先生伫纽约倒来，伊来倒来即、這个来讲做算啥呢？啊，来采访，啊来甲我问一挂问题，哦，采访吼点半钟呢。我问个种安尼，足尖锐问题，吼、哦、啊！讲到尾啊，讲啊，你要安那，咱民政府啊，要安那实现咱的目标呢？我讲吼，咱大家认真拍拼，啊，无共无看，吼、哦、啊，欠两内多，吼、哦，欠两内多，就讲事情要再欠两内多，就一定爱为台湾行出一条咱应该行的路。因为安尼决心都够个，安尼决心都够个，讲也阁有阮重要的核心干部正十岁，下决心愿意用鲜血来替台湾吼、哦，来替台湾吼，嘿，的民众反起民众的这个角色来为台湾拍拼，这毋是咱要去革命。因为啥？迄个时阵，足济人拢足烦恼，讲：恁即款个甲做落去个时吼，恐惊国民党会掠人哦，会拍人哦，会杀人哦。所以吼、哦，迄个时阵，每一个咱核心的干部拢讲：若是安尼心，那像咱秘书长足勇敢讲：若是安尼心，咱来掠人个心，拢是我一人情承担，拢是我一人承担。哦，咱嘛足甘心个呢。所以我迄工伫遐一访问时，我讲吼。阮遮人拢愿意为台湾用心，为台湾行出一条血路，予台湾人来充分的觉醒。觉醒讲，咱无个拍拼袂使哩，无认真拍拼袂使哩，就对啦。啊，这个观念足重要。我回顾吼，1979年12月7日美利都的事件，12月7日美利都的事件，是予遮中国流亡难民惊吓到哦。唔是无惊着，迄个时阵拄学期结束，我迄阵人伫纽约州，啊有学期结束的时阵，到即个流亡难民哩，
伊后代少年呢，转来台湾，哇，发生美丽多事件。我都转去时阵哦，我都转去学校的时阵哦，讲哇，台湾人特别革命啊，台湾人特别革命啊，拢甲遐流亡难民的诶第二代安尼讲的。啊，当然我就耳朵我就听着嘛。不过伫迄寒假，吼、哦，迄寒假中间，我有一个机会去纽泽西啊，吼、哦，参这个。迄当阵，阮咧学校有60个留学生，50个是流亡难民的后代，就咱讲外省囡仔，啊，干呐10个台湾囡仔尔。哦，啊，因为我是同学会副会长，啊，因讲要去纽泽西，啊，讲问我要去度假，我好啊，无来去，啊，去纽泽西，哦，找因的亲戚，啊，因亲戚都拄到一个吼、哦，是迄当阵号称蒋经国的十大。政治学顾问，政治的顾问，吼、哦，伊是读政治学的，淡江大学的，淡江大学一个姓李的教授，当然伫美国转去的，吼、哦，伊嘛伫遐，伊讲啥呢？本来讲要掠500个人，啊，本来讲吼，遐首谋啊，遐重要的角色啊，讲要枪毙呢，啊，因遐政治教授甲蒋介石讲。袂使，是安尼袂使呢？伊讲一个理论叫冰山理论啊。冰山浮出来是1/9，是1/9咯。你只一1/9，你甲杀掉、甲枪毙，哎、欸，佫浮出来是啥？1/9佫出来浮出来是比1/9较大地啊，较大地，你知？啊，你若讲这人佫啊杀掉先，假使讲1/9是浮起来是啥？以这个面积来讲，咱来看这个面积，用话可能较理想。这大地的冰山，浮起来1/9，这长度啊，啊你再甲拆掉，佫浮出来是这呢？这大地呢？哦，这东西你看袂到，底下足宽的，安尼，这大地，这个面积是毋是这个几倍啊？你也要那个看是3倍，哦，3倍呢？啊你佫拆掉是佫这大地嘞？哦，6倍呢，到尾也毋是爱变，所以因讲哦，杀不得耶，杀不得，同款的道理。咱台湾民政府的成员若讲有决心，咱认真甲立落去，咱即摆现出时，咱的宣传车拢宽好啊，准备好啊，各所在拢改活动落去。当然，咱希望每一台宣传车拢要有录音带，咱演讲的录音带。因为啥？你徛人伫遐咧讲话，当然真好，吼、哦，真实体。但是有当时啊，你讲到尾啊，会嘴干，会忝，啊，所以你这个休困中间需要录音带继续讲。这话讲出来，咱的论述讲出来，是不断灌入去听众的脑海内，那就是市场咧说。就是遐本来都无咧插、无咧关心的，因为耳孔无可能讲去啊探耳啊，就是探耳嘛听得到。你讲好啦，你探耳无效，我用手甲按咧，嘛是要有听的。所以这款情形之下，咱甲咱的论述一再、一而再、再而三，吼、哦，该灌入去耳孔内底时呢，多少拢听入去。当听入去时阵，伊就会去想他这群人，伊做这个工课。然后咱就开始咧啥，开始咧制作冰山了，开始咧制作冰，制作咱的支持者、同情者。咱卖小看咱伫南崁走两抓，咱伫南崁走两抓。我去到南崁的时，有一天我去南崁的时，都有人叫我总理啊呢。我讲你哪敢叫？因为我就看宣传单啊，以前叫你局长，即下已经爱升级。哎，叫蔡总理，蔡局长叫蔡总理啊！哦，哇，不规办公室拢围来，哦，规办公室拢围来，都讲到打招呼，拢来到阿笑诶，哦，哎，但是遐人拢要不来上课，我讲我下日唔来上课，遮吼，遮近啊咧，我知影啦，恁迄个所在我知啦，我捌伫遐去啦，哦，讲去都无效，唔来上课，遮会知，伊讲唔过吼，伊讲对2000块人，你知影讲？这个林志升咧告美国，拢知影，网络上拢有在咧看，拢看。即摆去上课，
足简单，毋是吼，毋是讲听无安尼啦吼。讲诶、欸，啊，你来载，你毋甲即个福音传播出去，安尼毋才对。用我你传单底下咧放诶时，我拢嘛有看诶，大家拢看，讲讲真新奇啊。所以吼、哦，一点一滴，然后一点草一点露，咱就是一点一滴，吼、哦，咱靠咱家己诶能力，靠咱家己落地诶深浅，咱咧拍拼。我相信，人咧做，天咧看，我相信。那是自作天作，绝对会成功。这就是我昨昏演讲内底讲是安怎，民政府一定会成功的原因嘛？大家有信心无？所以哦，这情形下，这有信心，我上烦恼的不是讲，咱真正把中华民国赶去金门妈祖，或者是这个南京、北京，安那就解决了呢？我上烦恼的，就是秘书长讲来讲，革命无困难。建国才是困难啦、啊，啊，马上革命，但是马上不能治天下，哦，马上不能治天下，选举成功也不能够治天下。我有写一篇文章过哦，讲哦，中国的毛泽东、毛泽东，甲台湾的陈水扁完全同款，一个是革命成功，无在治天下，乱七八糟死过了千万人。一个是选举成功得到政权，啊嘛无在了治这个天下，讲我无在治理啊，啊嘛是乱七八糟，互咱这个自杀率啦、啊、自杀的迄个数目啊，对李登辉时代千多人，甲不甲千空八年四五千人，一年啊每一年哦，即个当然超过四五千人啊，因为经济都崩盘，伫阿边啊迄几冬内底经济开崩大崩盘。对千多人去自杀，超千五六，无到伊两千零五六年、七八年的时阵啊，就拢差不多四千多、四千多，逐年都四千多公。啊，就是安那，表示讲无法度治国啊，无在了治国啊。马英九嘛同款啊，马英九能力是足有限啊。咱对马英九来看阿扁，两个拢同款，用人不行。用人不当，不是用真正的有才干的人，伊是用听话，我都替做一寡无路用代志的人，我都提出大嘅规划，这帝国爱大嘅规划，爱用人才，所以哦，我较烦恼是讲，只要有一天咱啊真正得了政权，咱要安怎帝国，这是真大嘅问题，咱要有足够嘅人才，所以咱伫遮一直咧练兵啊，即对于练兵啊，这练兵是足重要嘅。所以唔通小看，卖小看讲，咱一支一支有几个人来伫这个所在，吼、哦！我相信这个练兵将要是精神面的，吼、哦，精神面的，就讲精神，咱来甲集中做伙。大家就是讲，脚绳爱捡几堆就对啦。大家想法爱一致，咱即爱淬炼咱家己的意志，每一个人意志爱足坚定的，方向爱真正确，意志足坚定，这是精神面的。另外就是讲吼。你这个实际面，实际面，你有得到物件无？得到物件，伫这所上课了，你有充分的了解无？你了解你的使命无？吼、哦，过来就讲，你真正要操作的时，你有法度认真伫从今以后，今离开这个所在，你对这个实务上，你去了解，去研究，然后呢，你有法度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啦，某一个问题，你有真充分了解，然后假使有一天。咱若真得了政权，叫你做啥，你有法度独当一面无？唔免讲，一直打电话问，一直打电话问。举一个来讲，咱高雄一个县区的同心，伊对甲我讨论的问题吼，伊足侪建议种足好，啊伊够足侪论述嘛，我感觉讲足难得的，因为足侪人唔知伊知，因为因老爸是林务局，对林务局所做嘅代志足了解，讲你吼用讲嘅不好，你都要写出来。写出来的时候，伊说今日嘛打电话讲，吼、哦，伊讲啥呢？伊讲伊到处去收集资料，发现足困难，发现讲足困难。伊去嘉义、去台北、高雄安尼撞安尼走，伊讲干来收集资料吼，要做一篇研究报告吼，都非常困难。啊，这就是爱有代志，特别吼，那是唔捌真正做过研究，做过研究就知。我咧收集资料先知一点。当你收集一寡资料，哇，发两点的问题，这边去找，佫发生两点，这边去佫发生两，变四点，所以切开啊，你知道？
资料怎啊散落足济嘛？但是问题啥？你甲这资料拢摕来看完了，你一定爱甲归纳出来。归纳出来，你写一个你的研究报告的大纲了，你就按照你研究大纲，甲这资料拢怎啊？重点是这边会当发生什么作用？重点爱甲一条甲记录落来，然后归纳到尾啊，你爱做一个结论，甲建议讲要做什么代志？有发生这个有这个现象，要做改革，但是你要改革，你要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啊，这个就不容易，所以有人讲，我真兴趣是讲要做官呢。告诉我你做这官的时候，真正给你做迄个位的时候，慌了手脚，无遐简单。哦，像财政这方面来讲，有的人敢讲，咱想做一个部长真简单咧，啊，都发号施令的话咧，问题来啊，你要发号施令的时候，你要对迄个问题要有了解，无你变啊，你讲出来的话，你下骹手敢讲啊？讲迄都唔是话，阿边去做，吼、哦！阿、啊、你又无多个反驳，阿叫我边阿做阿袂得做，阿、啊、就拖刷到尾啊，都代志做袂好势啊！吼、哦，咱知影讲阿边阿时代有可能系财政部长，拢到尾啊，拢感觉讲伊做袂落去啊！安尼讲，内底足复杂个，足复杂个，嘛唔是讲伊做过财政部个官员，就完全会当了解，特别是你要做改革个工课，都非常困难。要做改革，要有步调啊，要一步一步。所以，像我过去伫做局长的时候，我要改革，毋是讲哇，这个代志好哦，甲强落去，就真正做会成功。我毋是有两个人，两部分的人一定要去做密切的沟通。这对长官有咧甲你支持无？这对讲民众有咧支持无？我无咧看议员啊。民众咧支持无，所以我都按啦，我都爱调查表提了，调查表提了，到处去拜托人甲我填调查表的。我顶日讲的，填调查表，调查了，发现讲75%以上拢敢讲安尼个做的是对的，啊，然后再去甲馆长讲，馆长都开始咧，伊嘛灰灰啊，啥拢无啊，我从来毋捌听过这个观念啊，从来毋捌听过这个做法咧啊。哦，伊啥拢无啊！一直甲伊沟通了，咱调查表资料出来了，甲讲你看，我调查出来是安尼，民众感觉讲这足好个啊，民众嘛增加负担了，吼、哦，民众讲这好啊，这爱做啊，啊，馆长当然是较无话，尾伊就讲我好无做看卖，就是安尼，类似这款工作，所以吼、哦，要做一个行政官僚，毋是很简单。我是伫顶边讲还是昨昨日讲个，我袂记咧，反正我捌一个直接讲我。迄阵要路边停车收费，路边要停车收费，啊，佫一件就是讲，假使我若伫要桃园市啊，要到桃园市做一个运动公园，需要开10亿，我问桃园市的市民讲，我若来扣附加税，你会帮我附加税，还是地价税、附加税，甲你扣两档，啊，有当增加10亿的收入，安尼你愿意无？民众讲啊，咱两档尔，无要紧啊，无问题啊，70%-80%拢赞成的。啊，所以开拓财源有啥物困难？无增加一个负担，但是会当增加一个无偌济负担嘛，爱当增加啥物？增加一个好的建设。这问题来是啊，咱即摆现出实际政府无能呢，因为伊无办法、无方法嘛。吼、哦，一味就是对咱遮一直剥削，啊，遮乌白开，所以工程做袂好，乌白开就是工程做袂好，品质拢足歹，吼、哦。啊！定定咧从重复一直做，当然就发生财政赤字，最后结果拢是咱咧负担。哦，啊！即个即款的情形就是讲政府的效率足歹，效率足歹。啊！是民间的负担嘛，一直足重。啊！所以民间都怨言，处理老无病。哦，啊！后头摆处理无偌久，就出落去，还是去弄到迄个坑，哦，老无病，迄个坎坎困困安尼。啊，就受伤，安尼，啊，就抱怨，就无愿意纳税，哦，这个、情形是真严重，伫台湾足严重。咱安尼最近安尼吼，去日本三届，伫东京看到，哦，建设到美轮美奂。去琉球，就是琉球的砖卡，嘛做啊足热度，足赞叹。是安怎平平是咱1945年8月15日以前。咱要是
也是讲1952年4月2日，咱要是日本天皇的主地，咱台湾要是日本天皇的领土。68年后，日本是安尼，琉球是安尼，美轮美奂，啊，咱台湾是安尼，百孔千疮。按金按面顶换甲金去啊，烂甲金去啊，对面顶的花啦、枝啦，安尼烂烂甲滚烂甲金去啊。咱甲用心想看卖，用心来想看卖。我相信哦，咱甲外口咱连同胞同款，咱本所有本土台湾人同款，对国民党是非常非常的不满。这个非常不满的情绪，咱要想办法，要来给 stir up， 来架起来。然后，正如头先咱秘书长讲的，没有2016，2016绝对袂使过选举，绝对袂使过民进党安继续。哦，假使咱台湾人去咧骗这个国外国的人，啊，假使中国来骗咱台湾人。不容许这样做，所以哦，咱心里想要有准备，咱需要栽培足济人才。安那讲，咱将来需要足济人会当甲人沟通的，那么需要甲民进党沟通，那么有可能爱甲国民党去沟通。我定感想有一天，咱一定爱甲伊谈判，甲民进党去谈判，甲乌会谈判，甲台独联盟谈判，啊嘛甚至爱甲李登辉的遐势力，李登辉以下遐人。去谈判，啊，这拢爱有人才，啊，当然对国外要较免讲，你讲去东京、去琉球，哦，啊，去美国，嘛拢需要甲因谈判，所以这谈判中间啊，我安尼拢总我出去四界，去美国一界，去日本三界，感觉咱足迫切、足迫切、足迫切的需要这些人才，会当讲有迄个胆识。徛出来，一旦讲啊一套物件，唔是用背，你啊临时应变，哦，一分钟中间发生啥代，你啊临时应变，一旦应付甲真完整，即款的人才歹找，上起码乎你三分钟准备，唔则讲咱演讲的训练是抽一个签，抽一个签起来，哦，这个题目提出来了，三分钟爱讲，三分钟爱讲三分钟甲五分钟的话，三分钟内底你都要反映出来。你爱讲啥？讲了有条有理，哦，有条有理安尼。啊，你爱讲了有合乎逻辑。有的人哦，叭叭讲未煞，讲几点钟，讲两三点钟都未忝，哦。但是叫伊徛起来台顶讲，讲无两分钟，讲唔知要安怎讲落啊。哎，那伫只演练就足侪这个情形啊，哦。伫只演练就哦，平常看伊讲安尼拄着人讲未煞，讲啊嘴上转转扑，徛起来台顶的时吼。啊，现实，拢大家拢熟悉，拢咱的同心伫遮，二三十个伊徛起，伊会准啊！伊讲两分钟，我讲袂落，讲我已经不知道要讲什么了，啊，就落台啊！啊，所以吼、哦，这条爱训练，哦，所以这类物件就讲咱平常吼、哦，就是爱读书，就你感觉有趣味的，哦，你当拢无趣味，无去看历史嘛好，啊，当拢无趣味，去读地理嘛好，台湾地理、台湾历史，读个滚瓜烂熟。哦，会当讲一套，特别是咱郭牧师遐台湾古早遮历史啥，以古鉴今，哦，伊讲较早时林爽文起义是安怎讲会失败，毋是晚清后，是咱台湾人饭桶，咱台湾人足侪抓耙子，足侪尿杯啊，哦，帮助晚清拍台湾人啊，家己窝里反，家己抬家己啊，这窝里反将来要阁有，有时讲咱若真正要成功的时，要有人要甲咱窝里反呢，那么是爱提防。啊，变来去防止，你就爱靠啥沟通啊？哦，咱沟通当然咱不是用钱啦，一直用咱的论述，用咱的诚意甲诚心去甲伊沟通，甲因扳倒过来，来变作咱的阻力，不是一直拢变作咱的阻力啊，阻力安尼，不是安尼，咱把它将阻力变成助力，这就是真重要的一个政治的手腕。要达成这个政治手腕，对历史爱了解，我连讲一个。政治团体要成功，一定要有历史真彻底了解的人。咱好幸运嘞，咱有郭牧师伫遮，哦，伊台湾历史有够了解，哦。啊，另外就是讲，爱有迄个懂得策略运用的人，
哦，策略酝酿的人，我讲头先迄个邱先生，因为咱对日本爱有啥策略，有伊伫咧想这问题。我讲你写写，你用讲也无效，写写，吼、哦，爱互秘书长看，吼、哦，互伊参考。啊，咱年底要，即种人开始准备，年底要去日本的时，爱做啥，一个步调，一个步调，爱做啥，你甲摆出来，吼、哦。啊，然后秘书长就会来配合安尼。啊，这足重要，去规划，就是 planning， 做啥物代拢爱 planning， 迄 planning。做了时，你爱和人参考，这个计划出来一步一步的计划，要达到最后目标。这个 planning 最后目标的达成有一个距离，要来达成最后目标，这拢爱真详细的规划。然后你咧执行的中间、执行中间，未使有差错，可能会有一点点误差，但因为时间充分的时，你误差发生的时，你爱调整、爱修正，最后你才达到这个目标。哦，这是执行力的问题。一个是规划能力的问题 ，planning 是规划能力的问题，所以咱需要有规划能力的人，而且需要啥执行能力的人。这规划跟执行是差不多，同一个人是概念上，但伊要规划能力是爱啥？爱有全方位了解问题的人，唔是讲我干呐捌一项尔，真正规划是讲是我足多代志拢捌嘞。哦，咱因为政务这个物件，你一个。政府要推动的时，那想要推动这个对日的外交、对日的交涉的时，那不是干对日尔尔，要涉及对美国的、对国内家的这个团体的沟通拢夹在来。所以这个 planning 这个规划的所在，就是爱真宏观。这宏观的时，就你胸襟有够大，你视野有够宽，看这样的规划，不是讲咱吼干看后个月，还是年底。还是明年，不是安尼。你要看三年、五年、十年以后，上好是爱看中远的。同款建设嘛，同款咯。咱做一个桥，袂使讲即摆通过车只一工只一百台，所以我桥就做矮啊。哦，到明年可能变两百台、三百台，计你矮啊桥都无够。所以一个桥做出来，一定是要用三十吨到五十吨，唔是要用五吨、三吨的。好、哦，所以这规划能力爱相当的知识甲这个能力。所以就是讲，咱每一个人爱训练，哦，这个小处作业是小 case， 大部分的代志你做 planning 爱大处作业，啊，这款就是爱人才，啊，这款人才吼，唔、哦、是讲唾手可得，唔是凊彩叫得有，一定爱相当的训练，相当读足侪册，所以我伫这个所在是期待讲，每一个人伫这个所在上课了，转去。有闲一定爱看册，就你有趣味的部分，尽量去涉猎相关的知识，累积你的工作经验，啊，然后有一天会当派上用场。当然，咱一再鼓励讲，每一个人，若敢讲伊家己本身有某方面的特色、甲能力，一定爱来甲咱做沟通，因为咱将来需要济济的人才来建设这个咱这个宝贵的。土地啊，所以啊，咱最后会成功，不是干那讲咱建国成功，是咱最后是建国一定成功。咱安尼来期待，啊嘛，感谢大家来参与，多谢大家，谢谢。加克力，加嘞，好，各位学员哈、哦，把椅子折起来，然后放在桌子上。